老汉钱也领了，问你们个事儿呗，你们和宠物之间发生过什么有趣的故事吗？我宠物给我发红包算吗？我给他剪完毛，他就这么站在镜子面前，足足站着发呆了一个多小时。我忍着笑陪他站了一个小时。如果你是他，你还笑得出来吗？我家的狗子会吹泡泡。这种萌萌的恶心感是怎么回事？大学时给他化了个妆，拿了一朵花去追喜欢的女神，结果狗和女神跑了，我人狗两空啊。我家的狗狗从不乱叫，应该也从不吃饭吧。他拿着我的手机按了自拍。8000万柔光双摄照瞎你的眼。我家狗狗有些练习，一时半会是改不了了。大吃一惊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以上就是本期最糗朋友圈的全部内容啦！我是哈哈曹，后会有期。嗯，天才与奇葩，沉迷于足球的天才宝宝是这样熄灭蜡烛的。哇，这一脚世界波啊，连贝克汉姆都要瑟瑟发抖了呀！Yes. 不知道宝宝你是怎么练出这么精湛的技术的呢？因为我知道踢偏了的话蛋糕就没得吃了。